吗？哦，你全对帮自己打勾。那第三题，第三题是四舍五入要取到千位，所以一样哦，你的这个那个算式的地方要写出来。那他说两个月的营业额是大约共有几元，所以你看到共，你必须要用加法，所以加起来之后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1,762,000元。哦，记得每一题你都要写上大约，因为它是概数。好，你自己对一下答案，对的你就打勾，错的你先。